这是我创作的一张作品，我讲一下我的创作思路。这张作品是仿的倪瓒和黄公望的笔法来画的。大家注意看，这四个点，就画面的四个点是九宫格的交叉点，这四个点适合画主体。我选择在右下角这个点来画主体。山石底部的直线都不能重合，一组山石一条线，整个是一个 S 型的构图，这样更稳重，而且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。我们国画里面讲的起承转合，其实也是一个 S 型或者是 Z 型的构图。这是主体的树木，层次非常多。这边虽然是辅助的，也要有层次。后面的台点其实也是树木，这样整个画面的层次就非常多，我们看上去就非常丰富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再见。